以前自己也赌，然后那个自己我是庄家嘛，庄家对，就是俗称的庄家，对，就是代理商，对。那我们代理商也分的，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对。您是几级啊？我是三级。三级，对，嗯，反正目前来说就是就不赌了，因为在身边发生过很多妻离子散也好，朋友之间自杀也好，消失的也好，看得太多了，对对对。对，您赌的也是赌球是吧？是。2005年时候我开始做庄家，对，那个时候赌球比较多，嗯，现在呢百家乐比较多一点。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？在这之前，在这之前我也是自己开公司，开公司的，对，有些底子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那些就把你给拽进来的那个庄家，二号庄家、一号庄家也好，他是不是也看着这哥们还有点底子？是这样的，一般这样都是那个朋友介绍朋友，对，或者是自己身边的亲戚也有。我觉得这个钱赚得特别踏实，因为是朋友拉你进来的，不会错。是。但其实朋友最后狰狞起来啊，比他们敌人还狰狞，有报复。包括我今天这样打扮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其实。过来也是有风险性的，绝对的，因为这个行业啊，包括不管怎么说也不是正当的行业，所以就是在这里我要奉劝这里今天来的朋友们，就是说赌这个东西是很害人的，因为十赌九输啊。对，你输了多少阿根？我没有输。没输？因为我们做庄家呢就是靠他们输，因为他们输了呢我们这里面是有成的，就是比如说你打100万你输了100万，那么如果我吃20%，对，那我就赢了他20%。其实你做庄家你自己不赌，对，我把你们要赌的人拢在一起来，对，你们赢了我提成，你们输了跟我没关系。是是。哦，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对，庄家他永远不会输，还有一个群体，网络公司他永远不会输。对，我想是的。